小伙伴们呀，今天呢和学姐又从评论区中抓粉丝来帮她找朋友了。我们的这位小伙伴呢想要熊小吉做她的朋友，那当然是没有问题的。看视频的小伙伴记得点个赞。学姐说本期视频点赞到500，评论区中抓一位粉丝帮她找朋友。小伙伴们记得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把自己想要找的朋友写在评论区哦。我们看到这个小伙伴的仓库呀，有非常多的朋友，我的天哪，总共有这是10个，下边的话其实还有一个，总共11个好朋友。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去帮他找个熊小吉做朋友的，看我去变迷你币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看迷你币已经变多了200个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去帮助这位小伙伴把熊小吉找回家。非常漂亮的一个熊小鸡，它是一个萌宠的皮肤，还是很漂亮的。这个皮肤呢是免费盘给大家的，不需要大家的任何回报，小伙伴们只需要帮我点个关注就可以了。在这里呢，鸽子也非常感谢各位小伙伴的一路陪伴与支持，也对大家说一句谢谢谢谢谢谢。我们现在呢已经看到我已经帮他把熊小鸡已经找回家了。那我们看到现在这位小伙伴总共有13个朋友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小伙伴们，拜拜。